特别好玩，特别新鲜，就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域的风景。这一套的妆造应该是，就是店家说是仿西域公主的。西域公主打匈奴，我们是从青海就坐了很久的车，就是过来的嘛。然后在车上，导游也就是说穿着这一身西域公主裙在这里打匈奴。我们一路开车过来都是哇哇，好漂亮，哇，好不一样，好特别。这个沙丘真的好难爬，他就很说为什么没有个缆车可以给我们接上去。我们想可不可以有弄个直升机或者怎么样把我们吊上去，然后到山顶了把我们放下来。推荐大家的就是去吃羊肉，那个羊肉可好吃了，昨天晚上吃今天也继续吃。对，工作请假就有的时候的话，因为工作太久了，也是需要出来散散心，才能够对工作有一定的就是继续去开展吧，因为实在是太苦了，一直要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上的话，还是也需要出来转变一下心态。